这个来到这个朋友的家里，今天拍一条这个宣传片啊，跑团的宣传片。然后本来要跟大家在这一集里面要说一件很大的一个，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哈。那我回家换一套衣服哈。大姐，事情还没做。咻，不行，我忘记掉了，这个我们要先工作。工作完以后回去再跟你们说这个重要的决定，好吧？我们今天用 FS 啊，好重，装完后就变重了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别跑！这是今天的主角木木啊，大家认准一下，宅男，宅男，宅男一号，骗子中是宅男一号。然后，这个非常非常的我们的跑团的团长，你知道，只有半个脸能见人的姜太后，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i， 那个大哥的吗？什么？来，可以了，不要啰嗦了，把这个片子看完，我们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补的东西。哎呀，刚刚看到这里的话，然后你看啊，比如说一个反切的一个镜头，这个就刚刚插手的那样子，一个看不到他在那个在一个意思。哎呀，白挖呀，好丑啊，你们换一双。哪块太大了？我拿很卡是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这样，现在要到下。我们准备到外面拍一些外景的动作。旁边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准备到外景了。这旁边什么？天鹅湾还是什么？对，非常啰嗦的讲台哦。然后要去那个凯越拍一个那个，拍一个女生的。凯越眼睛。对呀、啊，凯越我昨天还在那边。凯越眼睛。来准备，3、2、1，好。好，太难看了，再来一次。预备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来了。来了，我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拍完了，准备回家，然后告诉你们。咻，我们现在回头准备，哎不对，你别讲话。是我们准备，你别讲话。咻，我们现在拍摄结束了，准备回家，然后换一套衣服，告诉你们我接下去 vlog 的一个大决定，换衣服了。不好意思，衣服错了。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我的 vlog。进入2.0时代，那大家会问什么叫2.0？之前的20几期就是大家看到的1.0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2.0呢，我要加入一个很好玩的环节，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升级。我会在大家的留言当中选出一个留言任务来完成。什么叫留言任务呢？那这个留言的任务就可以是叫我去哪里试吃。东西啊，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。还有一个呢，就可以让我帮你去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玩啊，又或者是叫我替你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因为这个生活城市的一些关系哈，其他城市的同学如果想要留言任务的话哈，不妨也可以试一试，想一下让我去到这个我生活这个城市体验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体验一些美食啊，或者说体验一些好玩的东西。你想了解我所生活的城市，又或者说你的女朋友在我所在这个城市读书啊、工作啊，那我也很愿意。只要你想得出来，啊，又带那么一丁点的创意和 idea 啊，我恐怕就选择你的留言任务的机会就相当的高。那有这个留言任务有一个前提条件哈，任务不能说不现实，对吧？那我基于这个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这个基础上，尽量去完成大家的这个留言任务。所以说我会采用挑选任务的方式，
在众多的留言里面，我会选择一个留言任务去完成，并且在这个我的整个过程都会记录在我当天的 vlog 里面，然后并且在这个 vlog 的开头或者结尾公布你的留言。那当然，那如果有一些留言者想要匿名或者想要匿名的话，那就私信我。好了，那赶紧关注起来，维可电影的公众平台上面、下面哈，留言都可以，也可以私信，还有优酷频道也可以留言，任何方式 anything 哈。我是摄影师陈文坚，我们下期见。